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编。没有错，没有错，没有错。小编现在位置在我们制茶厂的波斯菊花海，帅哦！哦，今天早上万里无云啊，你看那个蓝天，你看这个蓝天，哦，这个蓝天，哦，要修蓝啊，真的超蓝的。哦，配上我们的波斯菊花海，然后远方的柳山，然后我们的松树，然后后面的雪山主峰，五告树也啦。哦，今天9月25号，拜啦哦，礼拜六，带大家来逛一下我们的波斯菊花海。这个是制茶厂旁的波斯菊花海。哦，可以看到。哎，这边有一个监视镜头，这是我们的副厂长。监视镜头的话是我们的即时影像，当我们官网都有即时影像啊。这边有化妆室哦，大家可以赏画的时候也可以使用哦，很方便。但是这边是制茶厂哦，制茶厂我们的制茶厂、包装厂以及我们的员工宿舍，这边里面是不开放的哦，这边是工作区域不开放，请大家不要进去打扰，拜托拜托，千万拜托。哦，那我们沿着旁边的这个水泥路齁，都可以走进来，在水泥路上面拍照都没有问题，但是请不要走进去啦齁，像这个还没有长大的花都给我会糟蹋起来齁，全部被踏出一条沟一条沟来的齁，免啦，在边去的就水啊，免去边齁，拜托拜托齁。OK， 现在的花况约60层啊，5-6层左右，进入了我们的满开期间哦，那满开期大概从9月底一直到10月初哦，大概10天左右是进入满开期。那整个波斯菊的赏花季节大概会维持到10月中旬，就是我们10月连假之后哦，都是我们的波斯菊赏花季。那10月连假之后嘞，就10月中旬之后嘞，10月中旬之后看这個、哦，这是啥？这枫树。哦，我们鸳鸯湖的枫红大概10月中旬开始转色，哦，那我们最美的松露枫红是11月中旬之后，哦，那加整个波斯菊花海今嘛，哇，等你水，漂亮哦，而且今天真的是没有一片云呢，哦，有啦有啦，旁边桃山这边有一些云，哦，这边是桃山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雪山主峰，哎呦，今天真的超美的，晴空万里啊！哦，我们走到另外一边去看哦，这个刚走进来的话是看我们的山，那等一下从后面这边就是看我们的松树了哈，松树是什么松树？旁边这个松树，哎。哦，哎，可以看到我们的波斯菊其实蛮高的哦，差不多150公分到2公尺左右，有时候会比人高哦，所以带个自拍棒来哦，可以更方便的拍照。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千万不要插进去哦，拜托拜托，再次宣导，这个旁边这个都还没有开，还没有开的话就 Q 招他去哈，哎，叹一口气。好，这边就是来看我们后面的松树了哦，尤其是前面几棵枯松，哇，这个枯松，然后中间有枫树，然后这一层，这两层这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三层啊，1、2、3，3层。这边是我们的茶叶品种示范区哦，这边种植了相当多种的茶叶品种哦，哦，农瓜就是南瓜，台湾的茶叶品种大概都是在这边做试种。哦，也好几年了啦，也好几年了哦。那最早期是苹果哦，但是因为那个苹果品种不是很好，所以我们就做成茶叶，因为是在制茶厂旁边嘛，所以就做成茶叶的品种示范区啊。那比较尾巴这边的比较高哦，其实今年我们分两期播种啊哦，因为
主要三月底播种的那一批齁，就是这一批比较高的，就是三月底播种的遇到我们的大干旱齁，所以在后面那一区齁，后面那一区后来没有发芽齁，因为太干了没有发芽，所以后面那区是第二期播，在四月中旬的时候播种的，所以它长得比较矮一点齁，不过一样花开的时候它的花期是差不多时间齁，虽然你播种的时间不一样，但是它花期差不多就是这个中秋节前后这样子。嗯，今年算比较晚一点呢，不过一样哦，开的今年算很美，因为台风没有进来，不然我们其实猴子局长那么高会怕台风天哦，就像哎丢啊，像稻子一样哦，很怕台风天哦。台风天的不是雨，是台风天的风，很怕台风天的风，不然它会浮倒，到时有磨碎。不过还好啊，今年长得算不错。喂，走到后面来，后面的苹果园也是不开放的哦，因为现在是苹果的产季，里面会去采果，会有机具进出哦，所以我们不开放。谢谢您，不用爬进去哦，千万不要爬进去哦。哎，哇！你看这个蓝天，这边真的是没有一片云啊，哦，超级蓝的，美的哦，哇、哦！我自己很喜欢这一片，因为，如果有在，关注我们粉丝专业的话，昨天我们同仁有拍到夕阳哦，夕阳的彩霞哦。夕阳就是刚好太阳从这边下去，这边面西哦，所以这边可以拍到很漂亮的夕照的风景哦。昨天是整片金黄色的，不过小编赶上来的时候已经没了哈。哦，啊，这样漫步在我们的花海嘛，真水哈。哎。那一样，我们的高山上这个秋天比较没有花卉，所以呢，现在波斯菊在开的话，可以看到很多我们的蜜蜂哦，蜜蜂会在花丛中哦采花蜜，所以再次提醒哦，我们漂亮的小姐们不要抹香水来赏花，不然我们的蜜蜂会以为你是花，会一直缠着你不放啊。哇，你看远方那个嘉阳山和我们的剑山吼，真水呢！你看这个角度这样子，又有山又有花，哦，还有一朵云，真的就一朵云。好的，我们的花况吼是越来越开哦，因为你看这些花苞都还没有开。哦，是越来越开哦，现在大概五六成。哦，我们同事把怪兽停在这里，为什么？为何啊？你得的。虽然小编号称霸本哦，不过哦，这个花真的是很高。哎，这个角度有没有漂亮？哦，就是美呀、啊。哦，我们这个波斯菊，我们还要人工采种子哦，跟大家报告，因为我们的波斯菊的种子吼、哦，没过冬吼、哦，冬天太冷了，它没办法过冬哦，所以我们会在大概十月下旬的时候，整片波斯菊花海它开完之后结种子之后，我们会采集它的种子，隔年春天之后才会再播种吼、哦，就搞干。最近要搞搞工的哦。好啦，我的手机要没电啦哦，用我们美美的花景，祝福大家一美好一天，大家拜拜啦。